作者：老谭。一直以来，美国秉持美国利益优先的原则，在世界上充当霸主，无论是军事上还是经济贸易上，都需按照美国的思路行事，弄得国际社会怨声载道。而且美国的一些主张采取的是多重标准，就连对其盟友国都不能做到一视同仁，引起了一些盟友国的不满甚至对抗。据环球网5月17日报道称，针对特朗普政府以国家安全层面有不良影响的油而采取的钢铁和铝分别加征 25% 和 10% 关税的做法，日本政府已经做好了最后安排，将通知世界贸易组织 WTO 准备对美国采取征收关税数额达 4.09 亿美元的报复性关税措施。日本此举的目的在于要求美国把日本排除出进口限制适用对象，因为日本没有像美国的部分盟友一样获得钢铝关税豁免。今年4月中旬，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出访美国，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讨论贸易问题时，安倍在会谈上介绍了维持自由贸易体制的重要性和日本企业对美投资增加的现状，并就美国的钢铁和铝制品进口限制提出了日本产品质量高，对美国的产业与就业做出了贡献等理由，要求把日本排除在适用对象之外。而特朗普则以只有对日磋商达成协议才会把日本排除在外为由，拒绝了安倍的要求。日本对美国表达不满是情有可原的，日本一直以来将美国像爷爷一样敬着供着，生怕得罪了美国。去年下半年特朗普出访亚洲第一站到了日本，特朗普以美国对日贸易逆差太大为由大发雷霆，安倍立马表态购买美国军火才让特朗普收场。而日本的这些做法并没有让美国对日本高看一筹，日前对于同样是美国盟友韩国，以美国针对韩产大型家用洗衣机和太阳能电池及组件的保障措施违反世贸组织 WTO 规则为由，将美方限制进口的行为向世贸组织报告，并在前期通过用配合自主限制对美国钢铁出口的做法得到了特朗普政府钢铁商品 25% 的关税豁免，反映出美国欺软怕硬的心态。对于特朗普来说，当前的贸易问题还不算什么太大的事儿，中东局势才是其最伤脑筋的问题。当前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影响力呈收缩，叙利亚问题久拖不决，俄罗斯大有取而代之之势，伊核问题随着特朗普一声宣布退出伊核协议，全世界一片唏嘘，不但伊朗没有被其击溃，反而还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同情，而美国却玩了众叛亲离的程度。美国在中东的盟国兼北约组织成员国土耳其也站到了俄罗斯阵营，至于美国死挺的以色列一阵对巴暴行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很明显，一直认为自己在中东有着强大影响力的美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信誉危机。虽然特朗普寄希望于通过军事同盟和贸易谈判等方式掌握主动权和绝对话语权，但以美国这种欺软怕硬和多重标准的做法，就连同盟国也表达出强烈的不满和对抗。不可否认，经济和贸易对抗对同盟关系不可能没有一点影响。由此可见，日本对美国关税问题转换为强硬态度，也是在给美国为难。